然后这个离奥运会还有30天的时间，其实还是没有什么特别或特殊的，其实还是按部就班的去一步一个台阶的去正常的去训练去做准备。对，在家门口比赛心情如何？在家门口比赛心情很激动，其实这4年对我们来说还是挑战还是挺大的，然后也期待也想快一点能够在这个奥运赛场上我们进行这个检验一下这4年的成果。